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lly。 今天我会选第一首歌，就是我自己写的歌。那一天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会给人家带来一些比较快乐回忆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我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。阳光写下第二首歌叫做《夜黑之美》，其实这首歌呢，其实每个人就是有自己的梦想，然后你想梦想的时候，不管你在行着或睡着的时候，就是会突然间有潜意识会想到那个梦想。我希望这首歌可以给大家一个力量。黑夜，黑夜依然很美。最后一首歌就是《分岔路》。直到最后的路口，我们约好不挽留，你的背影在颤抖，我还记得。为什么我会写《分岔路》？你在十字路口也好，或者你在毕业了以后选择工作，或者是选择朋友，什么都是有一个选择点。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我的这三首歌，谢谢。